慢啊。搭飛機去邊度啊你？香港你點慢慢。You're simply the best。你前排就啱啱翻香港啦，我啊自己一個人喺英國咧度過咗復活節，所以大家唔好話點解我自己滑雪啦，因為佢哋翻香港。咁你翻香港，咁有咩感覺啊？同上年比有咩唔同？即係你香港就日日喺度住啊，佢翻嚟可能見到啲嘢係咪？係啊，都分別都好大。我翻去香港歡度呢個復活節啊嘛、，enjoy 嗰度嘅好嘅天氣啦。咁我發現咗行街咧，無論行街啦、食飯、去街市，周圍都好冷清喎。咁我諗緊點解會咁呢？原來呢，因為100万人翻大陸去日本啊嘛，人哋又去外國，你又翻香港啊。係啦，搭地鐵咧，完全咧，阿 Mark 可以咁樣直成喺度，即係好似玩嗰條柱咧 ，pole dance 都完全冇人嘅架車。出街食飯又好平咯。有幾平呢？有幾平？788元咧就有幾個餸啦，包括咗龍蝦同埋有魚啊。四個大人一個細路。係啦係啦。100几蚊一個人啫。係夠食㗎啦，完全係。咁因為你譬如屋村嗰啲去做翻啲屋村嗰啲生意咧，就已經冇咁平㗎啦。我聽聞咧，你去到尖沙咀旺角仲平嗰啲。咁你去過㗎？唔使聽聞。哦，因為我冇乜時間啊嘛。因為你唔使俾錢嘅。有人接朋友請你食飯。係啦。佢嗰度788元已經免查戒、免加一咯，我聽到佢錄咗俾我睇，因為有幾多台客加埋。哇，好少啫喎，幾台啫喎，嗰啲侍應仲多過啲客咁樣行嚟行去，收嘢啦！以前係喂斟水，跟住又要收嘢噶嘛，叫佢哋嚟。今次翻去完全係自動波啊，因為冇乜客啊都。咁大家樂咧，有冇食過大家樂？我哋大家樂指數如何噶？大家樂咧就其實貴咗幾蚊啦，即係譬如以前臨走之前咧，就上次40几元，今次就50几元。因為我記得我仲喺香港嗰陣翻工食飯要46、7元啊，個焗豬扒飯。嗯。今次要56元，我記得應該。係啊，56元。咁其實都3、4年啦，都加10元都算好合理。我想話唔單止加10元嘅。啊。你知點解啊？點解啊？因為個 portion 細咗好多啊！咁同翻個兜嘅啫係嘛，換咗個兜。唔係啊，好少。我記得嗰陣時咧，嗰啲焗豬扒飯好大兜，食唔曬嘅，食唔曬噶嘛。而家食得曬喎，好細兜喎，仲啲料曬無謂咁大。啲料係啲料都真係少咗好多喎。咁慘！即係佢加咗價之餘，仲要減咗料。我見上網啲人有淡仔都係好少料啊嘛，食淡仔啊。有啊，食淡仔啊。係得翻。得翻啲湯嘅啫嘛，舊時淡仔有啲咩韭菜啊、酸菜啊、芽菜好大堆噶嘛。係啊係，今次真係冇啊，想話俾你聽。今次得幾條嘅嘛，我睇到。係啦，啲面都少咗，料都少咗。嗱，去到英國最慘就好多香港嘢買唔到，就算買到都好貴。HKTV More 咧就知道你移英港人嘅心意啦。令我哋身處英國嘅屋企咧，都可以買到香港嘅零食、湯包，仲有日韓台產品，超過50万件貨都送到嚟噶。唔使揸車出去左揾右揾啊！同一個網頁，同一個 system， 直接剔翻送英國就會自動 show 曬，可以寄過嚟英國嘅產品。有專人重新包裝，貼滿曬所有空間，將體積重盡量減細，咁運費就會再平啲啦。物流公司搞掂，大約7日咧就會收到噶啦。平到冇用咧，英國啲税咁貴，係幫你諗埋啦。一張單港幣5000元留下咧，係完全免税嘅，唔使擔心有額外收費，都未夠平。今次平到盡俾你啦！新客首張直送英國嘅訂單咧，運費75折。輸入呢個專屬優惠碼呢一個啊，全單即減100元。如果你係舊客咧，繼續呢個直送英國服務咧，運費8折啊！你哋識點做噶啦，係咪？係啦，咁懷疑即係可能日本間淡仔仲好食過香港間淡仔咯，抵啲咯，可能係。我見日本嗰啲碗嗰、那個碗都靚啲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嗰個 surface 加埋啲嘢都係唔同啊嘛。咁都係平過英國食嘅，英國食要10元咧，買10磅啦，10几元啦，你56元都好抵咯，已經都抵嘅，6磅都唔抵喎。咁你喺香港其實出街食又平過英國嘅。咁你嘅選擇都會多啲，咁呢個就係佢嘅好處咯。咁譬如我去食嗰個腸粉魚蛋，食咗成30几元喎，可以。
咁係咪仲貴過食茶餐廳咧？食嗰啲小食仲貴。係啊，因為以前係10蚊、8蚊嘅啫嘛，而家要30幾蚊喎。食兜腸粉。係啊，但都係為咁覺得腸粉有咁特別咧？我冇咁話買啲腸粉。我聽到，我睇你啲片啊，啲阿姐喺度叫緊啊！係啊，好香港特色啫嚇。係啦，即係好似好好好貼地嗰啲感覺咧，你明唔明啊？嗰啲地方食嘢特別好食噶嘛，不如鬧下先好食噶嘛。話時話貼地咧，你翻到香港咧，有網友爆料俾我聽，我撞到你老婆啊！喺拳法哥食咗兩餸飯啊！係啊，好窮困啊，冇冇。點解兩餸飯幾錢啊？咁兩餸飯好似40，好平啊！大家攞係啊，好抵食喎啲嘢食，係40蚊有成兩個餸、三個餸咁樣類似啦。咁同埋佢好大兜嘅，啲飯又多。我聽啲人講話可以加飯啦，多飯啊阿姐咁樣。咁啲阿姐態度咧又幾好喎。咁嗰個啲師傅咧係之前係開酒樓嘅。咁 that's why 咧，佢可以整嗰啲酒樓嘅風味同埋個 quality 係高啲嘅。但係有40幾蚊，係啦，抵啦，係啦，抵啦，真係。喺邊度咧？其實拳法好似好似好香啊！喺佐敦同埋尖沙咀，我都係咁啱聽人講話好食，跟住就去試一下咁樣。咁原來又真係。喂，咁如果你嗰陣住紅磡好方便，你會唔會如果你而家仲喺香港，你會唔會買兩餸飯翻嚟？哇正啊，唔使煮飯啊！你應該打電話叫我放工買埋燒翻嚟。係啊，買幾個餸咁啊！今晚煮飯啦，煮飯翻嚟啦。係啊，咁香港有啲特色嘅嘢咧，又平又好食嘅。喂，咁我成日上網睇嗰啲執笠，關注咗香港好多鋪頭執笠喎。咁究竟咩情況先？嗱，你成日話我係上網鍵盤戰士嚟，咁我即刻即席佢啲考察員翻嚟話俾我聽。考察團。係啊，我見到咧尖沙咀啊，就係多啲鋪頭執笠嘅，即可能我去到 I Square 裏面咧冇乜嘢好行，因為全部都執曬嘅。咁住宅區咧，即我住紅磡嗰啲，你去過啊嘛？嗰時係啊，去探下望下我哋舊屋啊嘛。去嗰度買蝦子麵，嗰度就冇乜特別嘅，係啲鋪頭係正常嘅。即係冇執嘅，係啦，即係我諗去啲民居嘅地方咧，因為靠做街坊生意，都要食飯噶嘛，係咪先？都要買餸噶嘛，咁就唔係好多地方執嘅。如果你喺旅客區咧，就係重災區就好太貴啦，租鋪租嘅又唔肯減價嘅。都係。啲住宅區冇乜壓力，減就減。喂，同埋你有幾多遊客嚟香港啊？而家去曬日本，去曬大陸啦，已經。呢個係世界嘅錯，因為紙水太貴，美金。哦，係啊，係、啊。所以啲人。我哋都去日本啦，其他國家啲人點會走嚟香港啫？咁同埋正常嘅，你即係譬如你啲人工咁貴，香港咁你全部啲嘢買出都係貴噶嘛。係啊。咁變相啲人咪去大陸消費咯。咁你去日本話咁平，平過香港三分一嘅，咁可能你都可能搭轉飛機過去啦，去旅行啦，舒服。即刻賺翻張機票。係啦，係啦。surfing 嘅時候可能日本好啲啦，係咪？唔係澳牛都好曬，好好 service 嘅而家話。係咩？我冇。你哋有冇？你哋講下澳牛呢而家 service 係咪好好先？你講俾我聽，下面留言。其實我哋唔可以評價啲 service 好唔好，因為我哋英國生活慣咧。我翻到香港覺得 service 周圍都好好。英國嗰啲好假 ，service 好好假。Hi, how you doing？ 而家嚟就問你。How are you today？ 跟住又要同佢吹一輪水，哎呀係啊，好天氣啊！我終於知點解啲英國人咁中意講天氣，心諗我都唔想應你，求其講下天氣，三更唔識七咁。哎，真係好天氣啊！今日咁係啦，跟住食完問你好唔好食喎？香港會問你好唔好食啊？香港唔會，咁但係你會覺得佢 efficient 啲咯啲嘢。跟住又唉，好食好食，好 Q 難食都話好食啦，唔通兜兜面同你講個心諗。好啦，咁仲有一個問題啦。咁你今次翻嚟香港之後，覺得香港係變好咗定變差咗啊？你仲回流翻香港嗰個諗法有冇加強咗，或者退少咗啊？我覺得今次翻香港咧，周圍啲人咧都講國語嘅，其實，即係喺架車度啦，跟住嗰啲人好似好大聲咁樣講嘢啦。喺迪士尼啊，你話？喺迪士尼咧。就我哋去到咧，見到你 Chinese 相咧，都係講國語啊對住你，即係嗰啲 staff 自己本身就講國語，你錯啊，講國語係冇問題，冇問題啊，係啊，冇問題啊。咁但係有啲人會特別大聲啲咯，同埋可能又冇咁乾淨。我覺得香港今次翻去都冇咁乾淨，
個感覺就係差咗少少嘅，加上咧嗰啲物價又高咗。應該係因為啱啱去完日本，可能啱啱翻香港之前嗰兩個禮拜先去日本。咁啊唔係啊，你全部嘢都係貴咗噶嘛，即係你要 feel 到，因為我哋英國對比英國其實。都是有分別的，都是香港便宜一點的，出街吃飯，但是你會覺得哇，它全部東西都是貴了，跟我媽都說東西貴了很多，生活用品香英國都便宜的，其實即是英國出名出街吃飯貴，但是你買那些生活用品又不貴的，其實另外即是我覺得好像個感覺上整個香港的文化都好像不同了，不同即是你會感覺上你多內地人在香港啦，咁你會即可能多咗嘢就要迎合佢哋噶啦嘛，就少咗香港人喺嗰度生活噶嘛，又會咁變相喺新香港人啊，係啦係啦，咁變相咧，你會唔會想翻到去香港同一啲其他人一起俾小朋友一齊讀書，或者唱國歌啊咩？係啦係啦，咁我覺得呢樣嘢就要諗一諗咯，即係生活上係方便嘅香港，但你要 give up 其他嘢咯，唔會兩全其美噶嘛。嗯，系啊，同埋即系好似今次咁样，我都觉得自己唔系太融入得到嘅，其实变咗游客啦。即系譬如我翻到去咧，我妈又冇同我讲啦，我奶奶又冇同我讲啦，我谂住过马路嘅时候咧，谂住喂冇车，红灯照过啊嘛，但我见到隔篱嗰啲人，喂个个都唔过嘅，因为而家捉得好犀利。系，我唔知道。咁所以咧。我就望住人，咦又唔過，跟住翻到去我，喂，點解冇人過馬路啊？而家佢話會俾人罰錢噶，你唔知咩？我真係唔知喎，完全係唔夠 update 啦。咁咪好咯，捉完一 round 之後，一個個都唔會過馬路，幾好，雷厲風行。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已經係由自及興啊，定係都唔係好跟到香港而家發生咩事啦？而家係啦，咁所以我覺得同埋太多人嘅地方，我又覺得好多人啦，即係唔係好習慣咯，會即係生活上，同埋我今次翻到去咧，即係我感覺就係、雖然我移民咗英國都差唔多四年，係咪啊？三四年。三四年啦，已經四年咧，差唔多。但係咧，我今次翻到去咧就搭 lift 咧，因為我媽咪屋企住三十幾樓噶嘛。你唔識搭 lift 啊？唔係啊，即係約人哋。即係咪有十二個掣嗰啲？你唔識撳三十二咁樣有 enter 咁樣啊？唔識啊？唔係嗰啲啊，我覺得搭 lift 好嘥時間啊！你要等 lift 喎，你諗下，我成喂到未到未？跟住我都望住到未到未？點解仲未到嘅？跟住咧又趕住出去啦咁樣，你明唔明？我搭 lift 好嘥時間啊！而家覺得。梗係啦，你一行出門喺度上車喎，而家。係啦。停車場都唔使去喎。係啦，所以你哋如果有時間翻香港咧，都可以感受一下香港仲適唔適合你哋先至諗下會唔會回流。雖然好多人會回流啊。但是我自己覺得你要深思熟慮呢樣嘢。你住二樓咯，翻個唔得喎，又會爆佢喎。係啊，又唔得喎。咁咧，即係你要深思熟慮呢樣嘢咯。因為我懷疑啊，即係你覺得你哋喺香港移民過嚟英國之後咧，覺得哎呀英國真係唔係太適合自己啦，係咪啊？諗住翻香港啦，翻到香港可能你會後悔嘅又。你又想翻嚟英國？回憶總是美好的。係啦，所以你哋可以翻去感受一下。又要翻去考察一下先。係啦。好啦，咁就你哋喺英國有冇識朋友回遊咗咧？喺下面留言啦。啊，咁今集咁多啦。好啦。有啲咩想講喺下面講啦，留言、like、share、comment、訂閱我哋頻道，係咁多。